摄影师，你还叫我拿？像台式的吗 ？Nice。收一下你的 Mandy。OK， 可以回酒店了。买杯奶茶再回吧，想了一想，神秘男人滋味是香极了爱情哦，不试一试怎么行？说说看吧，是什么滋味？爱情的滋味。这样是什么味道？汽水的味道啊？掺了很多水的味道。过马路了。满载而归。199。快点吧，把小米鸡放进冰箱吧。晚上我们开 party 的呢。哎呦！冰箱好好看。打很耐放。没有想到台湾竟然没有猪肉的，可是我们买了它的新品。这是什么蓝盘？牛肉甜醋辣。哎呦！牛肉甜醋罗。好料哦！哎呦！酥脆酥脆哦！秀！最新发明，刚刚想到的白金小米酒，再加进我们刚刚买的冰沙里面，好，半支没有了，半支，如何？新风味，能不能？醉到爆，什么味道？好喝啊！台湾的味道。中华夜市今天是，我要吃大肠，这个是大肠。嗯，还有什么？猪耳朵。这个好奇怪的感觉，松吧，三百，耶，继续下一单，中华观光夜市。好吃了，来试试刚刚的麻鸡，有三个口味，是吗？哦，我以前不一个口味的嘞，三个口味，什么口味？还有另外两个是什么？另外两个是什么？红豆，还有什么不记得了啊？哦，好吃哎，嗯。难怪真好吃，你没有听过哈、啊？
乌鱼子是啥？哦，这个。点吧，你呀。究竟是什么？多谢。哦，谢谢。那现在你走过来。哦。主楼要吗？150。咸酥鸡。蟹仔饺，蟹老板，哦，哇，你看这只虾，那么小只的虾，哦，城门鸡蛋糕。谢谢。柠檬养乐多。我们又回来了，没有人吃吗？这个隔壁没有邻居，所以不会吵啊，你是不是？烤串、汤炸汤圆，这个是咸巴尼亚，刚刚的卤味还有大肠的玉米木鸡啊，掉地上了，这个是咸酥鸡，还有这个是什么甜不辣，还有这个鸡蛋糕没了，这个。柠檬养乐多帮助消化，加米酒，加了小米酒的养乐多，甜不辣如何？还是四零的好吃是不是？咸酥鸡的味道，咸酥鸡好吃，有那个师大的好吃吗？对，一天西门町的好吃一点哦。那个太高了，它味道很重口味的。这个呢？这个，干巴银啊，你吃一个试试。秀啊！哦，好吃吗？很像麻鸡哦。是呢，哦，它弹这样很糯的、啊。然后里面包肉。有点像麻鸡这样，里面包肉，原来干拌一样是这样的。这个呢，大汤圆，跟这个同档买的咸酥鸡。没有花生。哦。这个烧肉。为什么鸡蛋糕你选项多出来不是？吃一口吧。哎，跟普通的台湾香肠有什么分别？没有分别。冷掉的台湾香肠。早上来吃。我来吃吃卤味吧。卤大肠。
不是刚刚那一个一搞一搞啊？嗯，好吃。是我们有拿出去没？不知道。是不是刚刚那个一搞，我们觉得很像手动的那一个？哦，我还把那个猪皮卷起来，以为是手动吃的。嗯。接下来我想要吃到一个大肉丸。你这里面有什么？哦，里面是有肉馅的。还有什么要讲吗？拜拜。